现在我来这个步骤，就是要搅这个搅碎。哎，好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，我是黄哥。今天呢，我要做这个ABC 冰，它这种食物来的，然后是马来西亚食物。我国外朋友、各位观众可能会没有听过，那是娘惹红豆冰啊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。啊，不懂的观众呢，可以去上网查一下。那我现在的话，已经换好衣服了，现在要去超市买材料，买这个做这个 ABC 冰的材料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出发。2000 years later. 好了，各位已经买好材料了，这边这排一，你们看一下，好，非常多材料哈。首先是仙草，然后正方形的我们买，然后还有红豆，然后这个是姜露，真的，马来语叫真的，青色的，像那个虫样子的，然后这个是。这是什么鱼蛋啊？那个鱼，这是蛇鱼蛋，蛇子，蛇子，然后红色，有这个有泛红，泛颜色，然后还有两罐这个鲜奶，然后我要另外加料，就是加这个莱鸡，那还有一个是那个玉竹鼠加工，等下来切，那因为我们是有那种 fresh 的新鲜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买罐头了。然后各位记得要准备一包冰，准备冰就对了啊。那个冰一下的话要拿一搅，把搅碎。全体起立，开始制作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要做吗？现在？拿加工。哦，拿加工啊。嗯。拿一条加工。看到没有？这是加工。拍加工。看到。飞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切这个仙草，很便宜哦，1.6块。这样切哦，现在洗这个加工已经发好了，然后来洗干净一点，避免等一下吃了肚子痛。开火，然后煮一下，撒进去。现在我来这个步骤，就是要搅这个冰，把它搅碎。喂，摸好来，等下那个碎掉冰角。好，再来剪开来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碗，黄哥的碗，等一下要来装，倒进去。然后由于我们没有买到那个黑糖的关系，你们是可以放那个黑糖的，对吧？倒不出来。我的他们的冰大块哦。应该可以，这个塑胶的哈，是吧？塑胶，直接分解掉。
可以来开店，盖氧气，应该可以试看。上面还有一点没有吃，可以了。你啥子？打不出啊！加料，首先一丝不熟先。我操，随便你加，你这弄到一没了。然后我们的四盒子红色，哇，很像蛤蜊，现在看起来这一个红豆，哦，谢谢。这红豆这种颜色啊，整个色。我来下一个，这个酱肉。老鼠啊，嗯，这个是老鼠粉，绿色的，加去面粉做啊。然后仙草，这很苦哦，会吗？没有吃过，我吃过是水啊，那种那个糖放多会苦。OK，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龙眼，这水可以加去，会甜。这都是龙眼，哎，来鸡来鸡，讲错，来鸡比较大力，黑糖的，是的，对，没有隔壁的声音，然后最后一个，还有我的鲜奶，终于，你想买那个？现在好，好，来，现在来开始吃，这边已经融了，这边已经融完了，应该没融吧？没有，这太甜了，不会，没有什么甜了。不要整个油，
个 ABC 这个制作过程和这个教学到这边结束。那还想看我制作什么美食的话，希望评论告诉我。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分享订阅，还想当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